最近还是经常有朋友问我，中商的房子还能买吗？我总结了以下4点。第一，中商房价不高，均价在13000左右，对于预算不多想在大湾区买房置业的普通家庭来说，确实是非常的友好的。第二，中商有支柱产业，灯具产业、智能家电家居、软件与信息服务、生物医疗与健康产业等。第三，在地理位置上看，中商北连广州，南接珠海，隔海对望的则是深圳。深中通道通车后，中商到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珠海等大湾区的核心城市，在30分钟内就可到达，可以说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湾区30分钟生活圈，妥妥的大湾区枢纽中心。第四，中商的配套也在迅速的发展建设当中，从而提高承接深广一线城市的外溢。中商的基建、教育、医疗、商业配套都在全面的建设，所以中商的发展前景是向好的。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，我们大家可以坐下来喝个茶，聊聊买房那些注意的事项。